老铁们，正宗鲜妙烧鸡，然后今天看能吃多少斤鸡，多少只鸡，大家一起来给我见证 ，Go！你好，他要吃什么菜单在上面？我想要那个鲜妙烧鸡，它多大一只？一只的话2斤多。嗯，给我来12只。你几个人呢？一个，12只是很多的哟。没关系，上脚猪。啊、哦，好好。哇，他一个人是12只鸡哦，吃得完吗他？不相信。谁家？我不信啊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。这是阿浩第一次挑战12只鸡，加油！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美女，我要这从这到这，我全都要。不是，我来这个。两瓶这个，一共10瓶。啊。正宗的广式煲仔饭，然后今天吃这么多，加油，看我能不能吃完。我自己最多吃3碗，你看一下我这个身形，他肯定没我重了，不可想象的。就一个人吃这么多，不可思议，吃的太多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我觉得那么多真的能吃完了，但是我的胃我也塞不进这么多。百年老字号的无柴记，从广州西关的小巷子里面一路杀到了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，今天阿浩带你们来品尝。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笑和痛，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，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，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，别再等，听黎明在远方呼唤启程，别再等。我的心，你的梦，我们渴望的光荣，是击败所有的不可能。我的心，你的梦，我们渴望的光荣，是昂首生活每一个巅峰。我的世界
也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。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笑和痛，谁的声音哭。这里面的装修跟宫殿一样，好期待。就是我点的东西里面放不下，我能在外面吃吗？你想在外面吃是吧？对。没有，谢谢。今天来这个挖小霞，真的觉得是来着了，感觉超有食欲，马上挑战这么多，看能不能吃完。OK。一个人是五盘的，吃不了。很恐怖啊，很恐怖，这个很梦幻。鸭肉的丝滑跟麻椒辣椒在口中爆炸的感觉太爽了，没有一点挑剔。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，最难的是这盆配菜，阿浩要把它尽量的吃掉，加油哦！不可能的。